哦，我们今天的活动是去科尔家吃点心吗？可不是去玩的呀，一年一度的骑士荣耀赛马上就要到了，那可是我们极速战队晋级全国大赛的好机会，得做好准备。没错，可儿和周一的爸爸是顶尖的滑步车改装师，也是我的老朋友，正好找他给我们的战队做个升级。你们现在啊，顶多算刚获格的小菜鸟。考考你们，谁知道滑步车的配件有哪些？护肘、护膝、头盔、手套。Bingo， 这些是护具，还有呢？还有车架、把力、轮组、坐垫等车辆配置部分，而且根据不同的场地，得选择相对应的轮胎。不愧是周博士的女儿，我姐姐什么都懂，托老爸的福，这些我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。哇，到了，就在这里。芝麻开门。哇，老爸，老爸，老爸，我们回来了。厕所，等我5分钟。又是这样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腕组，调节平衡用的。哇，这个好帅，我就要这个帅气的坐垫。你屁股那么大，坐得下吗？帅可没有，适合自己的才重要啊。老爸呀，你这不是小车神俱乐部的极速战队吗？欢迎周博士，好久不见呀。大飞，半年不见又装了。耶、yeah、周叔叔好。周叔叔好。我是闪电骑士苏阳。我是虎亭骑士欧阳虎。嗯，听说你们的表现很出色，连科儿都夸你们呢。科儿，谢谢你。才没有。这么久没见，有没有研究出什么秘密武器？问得好，今天周博士就跟你们露一手。大飞，你来介绍一下极速战队各成员的详细情况。好嘞， Let's go。 闪电骑士苏阳，敏捷性选手，能在短时间内使用极快的加速度追击对手，擅长直线冲刺，但弯道部分的发挥还有待加强。 OK， 那我们加装可调节的延长速，更灵活的花鼓，降低摩擦的腕阻，用上这些配件能让压弯时候的表现更加出色。虎亭骑士欧阳虎，重量型选手，擅长下坡冲刺和蓄力爆发，但持久性有所欠缺。没问题，更结实的轮组，轮组盖，受力均匀的坐管夹，让车架整体更轻，更有助于节省体力。哇，太酷了！哥，你准备怎么改装？我早就想好了，我调整的是更轻的直把，把力，转换力管，这样就可以保证灵活性的同时提升抗性和速度。太棒了，好想马上试一试新配置。别急，马上进入周博士的研究室，特别设计的跑道可以精确计算你们每个人的运动数据，是训练的好帮手。让我们马上出发吧。插播一条小消息，今天到场的除了你们，还有一位神秘高手哦。我是小车神。我是小车神。这个身影好眼熟啊。是杜克。杜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和你们一样。那太好了，反正都要测新车子性能，不如来场训练赛吧。喂，臭小子，大家好不容易休息一天，可不是来比赛的。
哎呀呀，难得碰到一起，我们快开始吧，没对手可没意思。我随时奉陪。说得对，卢克，我们还没有堂堂正正的比一场呢。上次的不算。好。又有好戏看了。带上这个腕表式检测器，它能随时记录并显示你们的数据。选手准备就绪，那么接下来……装备越来越好，解说必不可少。现在该轮到我王牌解说员周一成登场喽。先稳住。这个现在还更大的距离。很好，第一关进入了尾声，车手们都热身完毕了吗？即将进入的是测试场的核心地区——天空回廊。哼哼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，天空回廊赛道可是收集数据的关键。加速了，海洋跑法，魔鱼飞步。不错不错，擅长海洋跑法的魔鬼飞鱼真是一个不错的收获。不愧是飞翔公爵杜克，换了新配件更加如鱼得水了。别大意了，飞燕跑法神犬之打。保持好平衡，注意脚步的节奏。没问题。真是强劲的对手，魔鱼飞步。太精彩了！飞翔公爵和 Max Queen 施展绝技争夺第一，把闪电骑士和虎皮骑士远远甩在了后面。你怎么样？你怎么了？身后的闪电骑士，我感觉很陌生。你加油啊！啊，大飞，你让苏阳拉起重心试试。洋洋，还记得蛇形弯训练吗？就跟平时的训练一样，找准重心就能牢牢地控制惯性。我找到了，一脚闪电，来回一脚电。电冲击！啊！电！啊！哦！啊！比赛结束。明明是反败为胜的闪电骑士，紧跟其后的是 Max Queen 和飞翔公爵，末尾是虎婷骑士。孩子们，你们干得很棒！恭喜你们完成了测试。成功了！新的闪电骑士，
莹莹，你好快呀！刚才那一招是我眼花了吗？我也没有想到，多亏大飞教练提醒，我一下就找到重心了。闪电骑士苏阳，恭喜你突破了自己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滑步车手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些孩子不简单吧？令人惊喜，这次的发现将对追踪幽豹组织带来巨大的帮助。幽豹组织，就是那个。朱叔叔，朱叔叔，怎么一提到幽豹组织，老爸就短路？测试完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陆克，下次我们再一起比试比试。我已经退出了战队，不想再回忆那些事情了。可是你还有我们呢。就是。难道你不想站在更大更专业的赛场上去展示自己吗？或者说你只是出于兴趣玩一玩，你根本不热爱滑步车？刚才比赛的时候魔鬼飞鱼表现很棒，他也一定想去更大的赛场上看看呢。魔鬼飞鱼，我没有不热爱，我只是杜克，别放弃自己的热爱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小车神俱乐部随时欢迎你的加入。我来吧，杜克，全新的开始。谢谢你们。我是闪电骑士苏阳。我是火箭骑士欧阳虎。Next week，杜克。我是王牌解说员周一成。我是飞翔公爵杜克。太好了，竞速战队又多了个超级伙伴。孩子们，两个礼拜后的骑士荣耀赛，一起加油吧！竞速战队超越极限，冲呀！